他们被你们压着位置哦。他死呀，他死呀。OK， 开了，漂亮，扯头一个了，抓个辣椒就完了。可以拉吧。喂，推什么鬼哦？推了一下，先推再攻嘛。这样我没有看到啊，老婆。来了，哎呀，果然对面出现了格雷特啊！格雷特啊，没错，没有金雕就被放出来了啦，但是不用紧，先给他们一下。哎哟，太强哦，这群混蛋！哎哟，有雕哦，还有一个不见了，他们弹弹弹，看你们去哪里！变变变，可以再死一个，剩下一个小小仙人掌，小小仙人掌，格雷特还在回血，我已经硬了他进，开墙啊，开！强开强！哎呀，我大招过去，他竟然已经死了。没问题，看来这把有点点轻轻松松的感觉啊。没有错了，很难讲哦，因为有格雷特，有机会翻盘哦。不要让他前来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们有一只守护大师，守护大师，还有哥哥出去哦。没错，简称叫守护大师，他其实就是守护我们上大师哦，守护一。就是守护大师，哎呦，原来是这样，没错，很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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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我就有信心了啦。喂喂喂，可特，不要这样子，有点过分了啊。哦，被银弹炸掉，没有想过的。OK， 死啊，小小仙人掌，可笑可笑，不用紧迫，我怕有机会先上，那些混蛋就交给我们吧。他能把我的枪法一枪一个小朋友。不死不死，一枪一个小朋友，没错，相当准确的枪法，可以。可特又要开枪了，他对我虎视眈眈，然后向你们开了一个大招。我哥哥，再补他一下，我就继续输出，继续输出，继续输出，继续输出。Okay， 结束了，没问题。耶， yeah， 看起来轻轻松松啊。没错，有大师一的陪伴，真是让我相当的放心。没错，守护大师一，守护大师，增加了我不少信心。我以为他是黄金耶的，哎，没有，他是大师一，他是守护我们上大师一。Yes。相当的厉害，这名字有点长，但是听起来有点厉害。嗯，没错，厉害的人都是这样的啊，有 AKA 的吗？一直，没错。哇，我被仙人掌杀掉去，可以。啊，我也是被仙人掌给干掉了。仙人掌最后一下了。OK， 不用紧。啊、OK， 我干掉了。格雷特想跟我贴脸呢，我不要跟他贴，我不喜欢你啊，走开。贴啊，来贴，来贴啊，来撞，来撞，来撞，还不撞？对，叫你撞。OK， 我射中这个仙人掌啊，撞不撞？叫你撞，要不要撞你？不要靠近他，上去喽。撞，你是个撞撞。哎呦，撞撞一，没错，他就是撞撞一了。撞撞不，又换了一个名字，还要来撞啊？喂、哦，这个格雷特有点雷哦，但是我也是死掉的。OK。雷雷特，有点雷的格雷特，可以啊，很符合他的名字。雷雷特，来来来，可特还在那边上，在我精准的枪法下，他早就不见了。哎呦，太过溜了，精准的枪法，再加上守护大师一的加持 ，yes， 哎呦，双冠军的感觉啊，仲埋掂个碌姐，姐都冇咁掂，哎呦，我的 baby 要出来了，看你怕不怕格雷特啊，撞啊撞啊，还不撞啊，被烧死吧你 ，OK， 死啊，来继续前进，前进，丢死可特 ，Oh my god， 他很想。撞我这格雷特就给他撞一下啦，我去输出先。哎呦，那一下故意要有点痛痛啊！没错了，双倍伤害。可特带着银弹来护我了。哇、哦，可特带这个大招下来了。OK， 哎，这把我们输很多、啊。是的，没有错的，相对输的比较多。但是 moment， moment 还有几十秒追回来。可以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moment 闪、哦！哇，这伤害！哎呀，还是给这些人掌控到了。哦，喂，难受，难受，难受。相扑，相扑。哎呦，没错了，都讲不要笑人家，轻轻松松的那一讲完。我们就完蛋了，讲完就完蛋了，没问题啦，有时候给自己一点压力的嘛，没错啦，原来如此，要打两场才刺激的嘛、啊、打三场更加刺激哦、啊、来看一看到底要打多少场，要看一下会不会吓完人家然后自己输掉了啦。没错的，这种事情其实也常常有的，所以不用紧，不是第一次发生的。来吧，加油加油，这一把我赶紧上去对线。喂喂，他直接把那个墙壁拆掉，这样子玩什么、哎、OK 可以，所以他给我一个措手不及，他之前一直都拆着四个了吧，对，现在他留着，他不拆，那你想不到。可以，格雷特死，现在我们要压上去了。哦，我死了。哥哥要出来喽。可以哦。OK， 他中毒了。残子弹的哥哥。我只要等他毒死就可以上了。OK， 可特在家。哇，我死掉。没事，小心小心，可特在草那边。哇，银弹。银弹，哇，这个银弹溜溜溜啊！没错，可以了，我们这一把保持着这个节奏就会赢啊。对，呼呼呼，痛！这个仙人掌很烦哦。
一气吼！哦，吼吼吼！我要死了。OK， 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死了。OK， 他死了，他没有了。嘿，闪不开这可特，闪不开这。这场我们有优势一点点，一直去打那可特。可特有大招啊，小心一点。OK， 炸死了，可特炸死了已经。哦，轰炸哦！啊，那个仙人掌完美，两个一起死。哎呦，完美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上上上。他大招应该是秒我的吧？哈哈。哦 my god, oh my god, 有点痛痛。可以，好了来了，我干掉仙人掌了，我上。OK, 丢哥哥出来。嗯，这里有鬼。You wanna come? Wanna come? 你的哥哥被仙人掌欺负啊，哥哥没有了，这个他要撞了，杀掉他。OK, 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压着，不要去射我的 baby 啊，你很过分啊，可特。压着，最后摸一下，一直自动攻击啊，一直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出来啊。啊，没有，这不是自动攻击。这样为什么你的普攻会丢仙人掌树啊？摸一下摸一下。对，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，快点回去摸一下。哎，我还在努力着。你摸到吗？我摸一下，再摸多一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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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守着就好，守着就好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不够时间了，守着就好，守着就好。耶、yeah! ，OK， 厉害，越来越密，来了，一线淘汰赛 ，Yes。OK， 这个是经典模式哦。我的吉恩来这里带领大家分享胜利，就要用经典的方法。经典的方法，可以，可以哦，很强的感觉哦。仙人掌看到吗？可以，叮叮叮。胜利之蚊子，这个还在游泳，游来游去啊。没错的，游来游去啊。阿拉丁是没有，它只是一只蚊子，它以为它是一条鱼啊。鱼鱼鱼鱼鱼，哎。鱼鱼鱼，哎，来来来，可以，直接把他们干掉，再去再去 ，OK， 再来，可以，那仙人掌还躲着， yes, 我中仙人掌的话我就有了，过来跳跳跳跳跳，来算他死掉了，嘿嘿，哎呦，哎呀，来不及，没事，残鸟啊那个，哇哇，仙人掌要死，七百多血还要重破哎，哇，不过他这样子都没有死哦，走极快哦，七百多血，对了，还好我们苟且偷生活了下来，我帮你挡着辣椒，他们苟且偷生没有错，他们被你们压这位置哦，他死了。OK， 漂亮漂亮，省头一个了，抓个辣椒就完了，可以拉吧。喂，推什么鬼哦？推了一下，先推再攻嘛。对啊，我没有看到啊，老婆。这个是一个完美的combo来的，没有想到有一个步骤落掉了。完美的combo我看不到哦。没有完美的就没有看到。落开啊，刚刚。这个就像人生突然间留有遗憾这样啊。没错，这让我相当之伤心。辣椒要不要我来扛？可以扛起来。仙人掌是，嘿，给我们引到了。恐龙扛浪。不要理那个蚊子，全部上这边，剩一个辣椒。现在剩你一个蚊子，剩下一个蚊子在下面。他是一天才有4000，我们一起去，我看他怎样打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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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大招全部省就可以了。一整天才4000的人，来来来，你给我慢慢弄死他。你这只小蚊子，抓他一下啊！就还在用配件跳跳跳啊！我有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大家都有大了啊，可以，对，可以直接上了，就他了，蚊子，很好，喂 ，miss， 叮叮叮叮，你吓到蚊子躲回去好不好？是的，打蚊子就是这样的，有时候你没有打到它就咬死你。这有点痛，那就给我一点骨痛的症了。骨痛的症啊 ？Yes。哇哇哇！你看那个攻击，哇，标签全部撒过来啊，那些子弹。蚊子那边我来，我把它避回家。OK， 第一个，漂亮，可以。哇、哦、，OK， 蚊子跳走了。哇、哦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蚊子死，可以。那一算，二打一。我躲起来先，然后我拉它。可以。哎 ，Yes。会拉过来，叮叮叮，毒死它。Yes， 就是这样。咦，完了啦！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！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